仿佛明星进场，龙介先要选立委抢进国会。虽然一生监督一人的对象赖清德已经不是阁揆，但他战力不减，等待马总统的同时，先为大家来上一堂台语课。一年之计在于春啊，一年之计在于时。那么一星期给呢，在一起。还没讲完，已经有粉丝递上国旗，想要签名。放先这里好不好？我们跟你们报。啊，你们来，你们来。国旗会再签嘛？对。一家之计呢，在一起。龙介先台语课刚结束，马总统姗姗来迟，两人一同上香祈福。而在马总统发红包的同时，谢龙介也没闲着，瞧好多女粉丝围着他争着拍个照。龙先生，你看哦，安尼美女环绕啦吼，阿妈总统底下都看这个福卡，伊底下美女环绕，真的是人心很旺嘞，人气旺旺来嘞。而他也忍不住抢先公布，开春后韩流就要席卷府城，政坛人气王韩国瑜二月中要来帮渔民推销虱目鱼。二月十七日，我们请韩国瑜来煎虱目鱼肚做卤肉饭，就是让大家看到鱼豆、龟迹、白米、江南名人的红来蜜，做整个的卤肉饭是这么香、这么甜。而前总统马英九如果能来，当然也不错。来当台语祥和郎公。台语台个七，啊，讲话爱讲透气。啊，那马总统会当来帮龙渔民代言，嘛真好啊。深绿选区选立委，谢龙介抬出蓝鹰新天王，期盼韩流再发威，顺着寒风将他送进国会。记者赖冠璋台南采访报道。